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。大家好，我大强。这又见了，不期而遇啊，还是老地方。我们现在要回新都桥了，我在那个九龙，然后尝试了好几条路线，想走到稻城走不过去，没有路，都不通，确实不通。那还得走这个常规的318。对，浪费了几天又回来了。反正很巧啊。是一个车友。车友，对，这个车他也是拍视频的，旅行手工匠。你看这外面，乱七八糟一大堆。猛得很，你看这车改的。这你在干什么啊？在干什么？我在改车。我这个是现在没什么游客嘛，我改成一个工具车。工具车，哎，专门装工具。对，我这些工具太多了，里面还有一堆工具。就全部你自己搞的？对，空压机都有。对，这不是租的啊。这是我买的。买的。随身携带。哎呀，你这在这几天了？啊，在这里弄了4天了。预计还得几天搞好？预计2天左右。2天，差不多快了。我都不误砍柴工嘛。对，这个搞好以后，更好的自驾在路上。一会儿把我的车也拆了，重新改一下。行。看看他这个车。我弄完以后不就真的是多，这方向盘改了。哎，对，都自己改的，这全部自己喷的，因为我光是喷个色要10000多。我就花10000多买了工具，然后自己喷完以后剩一堆工具。那你要自己喷的话，买油漆这些的话就便宜，得多少？也就1-2000块钱。1-2000。啊、嗯，那省得多了。省得很多，主要是工具啊，还有就是，喷漆确实会对身体有所损伤。但是我偶尔喷一次不一样。戴个面具就行。面具有时候还是，不行、嗯，不行。哎，少喷1-2次是没问题的。这个也是你自己弄的？对。侧开。侧开。这我打算装上这个木条，嗯，然后还是继续卖点小玩意儿啊什么的，就是木条一弄，嗯，然后一格一格的，这样就更方便。到时候把这个再打磨一下，这个木棒。这个不漏雨吧？不漏雨，这个不漏雨的。这上面那个有一个标条，啊、还有这个上面可以写价格、嗯。之前是卖了奶茶和咖啡，这可以，这是黑板，可以自己写的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样会把直接就是磁吸的，嗯，哪里都能粘。不错不错。嗯。旅行手工匠。对，像平时也卖东西，因为拍视频的话，现在收益太低了。嗯。我卖点东西的话，补贴一点油费、路费，嗯，生活费啊之类的。现在油价也高。嗯。然后就，但是现在没什么游客，我就重新把它改造成一个工具车，等以后有游客多的时候。我那抽屉也可以装上卖的东西，对，也可以继续卖东西。对，这样挺好的。这个卖东西啊，这不会过时的，几千年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我们就相当于行走的商人嘛，走商，沿路摆摊，一边摆摊一边旅游。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这还有激光刻录机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激光打印机。激光打印机。刚才嫂子不是找了一块石头吗？啊。往石头上刻上字。我这个没见过这东西啊，这手工匠啊开始操作了，这电脑啊，这个机器啊10000多是吧？哎，10000左右。10000左右，那10000把块钱的东西真不便宜。你这旅游的带个这个，呵呵，真的是。因为有时候出来旅游还是要点仪式感。嗯。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在河里捡那个石头，嗯，把它刻上名字和日期，嗯，那就是出来旅游的仪式感。对，必须把这个给拉满，因为现在大家时间也不多。嗯，能出来旅游，其实能留个纪念是最好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开始啦！这我也没见过啊，这个。他在干嘛呢？给你刻字啊！这是谁的？这是我的。好的。这都是打的哈。哎，对。黑毒山。这大地之血。这都在那里捡的石头，对，五个王朝，哦，可可西里，对，很好，这就是一个纪念嘛。这边呢，还有我们老乡啊，郑州的车，对啊，老乡你好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还拍视频啊？我玩一会儿。你网络名字叫什么？溜达虎床车旅行。溜达虎床车旅行。对对对，溜达。啊，溜达。大家关注关注啊！这我帐篷啊，带不带劲儿？这可以啊，这还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帐篷够大了。这真大，车尾帐篷。车尾帐篷。对。这个我在夏天的时候防虫效果很好的。这个
新的呀，这个是啊。新的，我没用几次。没用几次啊。啊、嗯，像冬天用的话呢，就是八个铲子，这我太阳能灯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个不用电的，直接太阳能就 OK。上面是太阳能板啊。对，太阳能板。对对对，挺好的。嗯、一个人，老乡。一个人。哎，这个车我看看。还行哈。自己改的，自己改的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花了300块钱。300块钱，就是300块钱买张板，这还有滑轨，对对，重型滑轨直接推拉就可以了。明白。拿出来是放回去都很方便。可以，挺不错的。不用来回去摆桌子，挺不错的。食材是吧？嗯。啊，还可以。这边放一些零食，嗯，这边放一些那个调料调味品，这边是放一些工具，简单的工具。看到了、嗯，真不错。那睡咋睡？睡在车里睡啊，来看看。给你看看，我这看看就这，现在打开了一个灯台，哦，今天就睡觉了嘛。哦，睡到这个驾驶位。啊，对，驾驶位。哦，这里边啊，这东西够，还有桌子、啊。东西多。哎呀、嗯，东西真多。我那个是小桌板，在那儿写个字啊，办个公啊啥的，然后都可以。你东西真多，这不是假多，真多。因为车小啊，小轿车嘛。哦，这还有无人机。啊。我这还有个小桌子，等于说这小桌子可以是吧？哎，确实可以。你这衣服很有特色，衣服藏袍，专门买的。对啊，冬天款的。冬天款的啊、那个藏族大哥给我推荐的，他说牙克，嗯，好得很。出来多久了，老乡？有差不多五个多月了。五个月了。五个多月了，五个多月了，在路上，从那个太行山、秦岭，嗯，到甘南，嗯，大甘南那边，然后从红原过来的。过来的，这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啥都有。对，房车有的你也有，对不对？房车没有的你也有，是不是、啊？不错，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诗和远方？可能有些人受不了，就我这个车啊，比那个车大，整天被人骂的不行，说这个乱七八糟的车里。别管他了，哎，再整。你看我这小路把那个水烧好了，我关一下。嗯。啊，烧点开水喝。对，是冬天嘛，你在整点热水。明白明白。嗯。做到一个人做的饭啊，喝喝茶啊，都 OK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爽。嗯。现在坐着车友的车去，拿个东西啊。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，弄个烧烤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拿点东西吧。哎，你这个是吧？哎。好的，好的。对对对，回来了啊！看看这柴也捡回来了，这谁的炉子？带钱的。哇，这炉子真的是，这是我昨天啊，买的。还可以啊，都是这个串串。是要行，这是那个鸡柳，嗯，都一包一包的，哎，那啥都有。烤肠，好的，这是烤肠。买这么多烤肠？那不是还有一个吗？对啊。那不是还有个苕皮吧？那是苕皮吧？苕皮好吃。嗯，吃，吃，把桌子摆过来。看佳佳、明明。扛的，佳佳你慢点啊！七罐，里边是柴是吧？里面柴，一会儿就着了。然后这上面冒烟已经冒起来了。一会儿着了之后，这个烟就从这儿进去。那这上面不堵上？在这加料的地方。加料的地方，哦，下料的地方。明白明白。烧生物颗粒最好的。明白明白。晚上就不用加柴了嘛。哦，这也是透明的这个。透明的。走过去吃东西去，快点啊！快点快点，天黑了。我们老乡啊，走过去走，烤火去。大伙儿看看我们这里亮不亮堂？大强的炉子也烧起来了。我烤的玉米，烤的那可以。看看看看，这边还有一堆。佳佳明明暖不暖和？暖和，好。大牛粪。啊，你那两个小朋友过来，过来捡上牛粪。难忘的回忆。
你这个抽屉可以。那本来那个炉子的抽屉是放那个炉灰的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个变成啥了？对，这变成烤箱了。对，越来越先进。对，倒油。哎哎哎，躺了躺了，哎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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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这个直接放进去就可以煮了吗？这可以。哇，可以哦。嘿嘿，在这儿。烧得很呐，滋滋滋的冒油。看着就香。后面的没了，这只撒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撒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撒一口够意思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小米椒啊不多。蒜泥上的啊。蒜。红绿的也挺好看的。好。包一包吧，包一包再烤一烤。包一包，我就让他帮他烤一烤。对。OK。哇塞的很。对，哇塞的很。金黄金黄的。那个红薯应该有一点熟了。红薯再磨点油太干了。抹了。我说的是咱面筋。佳佳，你会不会烤？佳佳。会烤。烤吧。佳佳烤的。你看还有个问题，可以，你在这烤的时候你看下边，烤了半天了，咱们尝一尝，放掉好了，再烤一烤，放掉再烤一烤，真好吃这种，这个，哇塞，这个神秘调料，神秘调料，好喝好喝，真好喝。刚好两边挡住。炒牛肉能不能炒菜呀？可以也可以炒菜哟。一个备一个，备一个。香不香？来，最后一块。还有鸡柳吗？有。这个是鸡柳啊，轮着烤，看看这边。哇，现在我们试一下。现在呢，在川西啊，甘孜州。看我旁边，这是什么？牛肉干。对，这个牛肉干啊，我仔仔细细看了一下，这确实是一根完整的肉啊，不是拼接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中间通红的啊，通红的，完整的一根。我旁边呢就是318国道啊。这走到318国道，到处啊，你不管什么店，饭店、小卖部或者特产店啊，都卖这个啊，牦牛肉干风干的。但是这东西啊，怎么说啊，水比较深，有的呢是鸭肉，好点的呢是猪肉，牛肉的也有啊，并且这个价钱呢参差不齐，有的呢100块钱一斤，有的呢200多甚至300多的也有，有的呢就几十块钱一斤，80一斤也卖，90一斤也卖，50一斤也卖，你可以这么说。大家看看这个肉的纤维，正儿八经的牦牛肉啊，再看这里，刚刚撕的啊。正儿八经的，全是这个白色的腥味。大家看看，全是白色的啊！这个牛肉这个就比较粗是吧？嗯，撕不到底了，不好意思。这牛肉干啊，是越吃越香啊！3斤生牛肉，抽一斤牛肉干。一共有两个口味，一个是麻辣的。一个是五香的啊，这给大家也是找了很久，确实找到一个比较靠谱的啊，比较靠谱的。媳妇儿，你尝尝。这是辣的，这是不辣的。我这样一表演，会不会有人觉得不想买了？牙不吃，咬不动。慢慢吃的牛肉干。就是我咬的太大嘴了。香不香？香啊！就是在这个大西北吧，叫大口吃肉，
现在有点饮料就更好了，老公来瓶饮料。行、啊。然后再让我看点电视，小孩不要烦我，你给我把晚饭准备好。嗯。我的人生已经达到高峰了。